婚姻第二天要举办受用人技能训练成果展，无论是看水的刀工、盆栽造景，还是手工作文，包括烘焙、传统小食班，每一道料理完全是专业的水准。婚姻电影法院院长苏新江首次前来参访，看过了后，特别以大开眼界来形容。非常荣幸啊，让我有大开眼界的机会啊，能够在这里看到我们前典一长所带领的一个团队啊，能够教导这么多的学生啊，制作出这么多的精美的作品，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啊。福林第二天甲培训受训人以后就个专长，总共开办了十个课程，包括园艺、陶艺、高技巧、琉璃彩绘、芳草应用、网页设计等等。今年也新增加了新娘必修班，这女性受训人特别以指甲彩绘来展现因的成果。家人有线电视公司董事长柯应祖也特别亲身来体验。手艺棒，赞，一级棒！以后我要多多向他们学习啊。现在开始表演，小掌机开始。除了静态电视以外，婚姻第二天目也积极辅导吃头饭来练功排毒。今天我们所表演的是花式掌机，从小掌机。这个技能除了要协助受训人远离毒品的危害，训练因未来就业机会以外，店长陈世志也有愿景，希望协助受训人考取证照，让因重新踏入社会了后，更加容易找到头路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我们同学大家都能够拿到丙级技师的那个证照，然后将来到社会上，只要一问，你有什么证照没有？要找职业也比较容易。训练第二天甲技能训练，唔然后受训人有一手好功夫，同时也创作了不少的明星相片，亲像两根都卖甲下下叫，同时也得了食品金牌奖肯定。记者李炳干采访报道。